我操，什么甲？三级甲吗？这么硬啊！还有在楼上，有包吗？我没包了。没有，在你们隔壁楼，在你们隔壁楼。隔壁楼了吗？我给你掉，你。哇，打三枪我。我跟你说，学聪明了。换以前我会拿步枪一直泼的。 我落地就拿连狙开始打他了，倒一个，贴墙，单方我没看到，还在那，还有个一楼，房顶下去了，左边外面，打一枪，打一枪，打一枪，我操！ 他被闪了，我真被闪了，兄弟。那另外一队的呀，后头还有。房条二楼，打头了，应该烧死，打死，打死没干。我操！哎呀！ 哎，他炸倒一个，我完了兄弟。呜，还有在哪？他在这个加站里面，应该还倒了一个的。来了。哎，一队的死了吧？死了，他过来救人了，然后里面是倒地的。87的三级甲。 咱们要再开车出来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我这个蓝线有一个人啊，蓝线，他开进去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倒了倒了。好了，这个人。我这个是15队的，你们那边几队的？发一个。我打个药。没过。 过了，下一个人。喂，我们开不了伞，差点。我们从右边拉下去。把一边举焦掉，兄弟。倒了倒了。我操，4个兄弟，完了！一左一右，还剩俩，最后两个，两个一左一右。完了！牛逼！哎呦，这个坡呀！